们的旧部落就在这座山头的后面哦，在海拔800公尺的地方。我们的部落通常都会坐在山顶啊，自称为叫阿恰里西安，住在斜坡的民族啊。泰武村的名字改回来，我们原来的名字叫乌拉鲁兹。我们泰武目前最主要的产业是咖啡哦，全台湾本土的咖啡单价最高的就是我们这边。成立这个合作社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咖啡在这边做一个展示。这个是仿照我们过去那个国王他的布屋，那排湾族他是有阶级制的，从平民到一般的勇士祭司，然后到贵族，然后到王室。门楣上面有图腾的是贵族以上才可以去雕那些图腾。那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肚脐穴，那最后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墓穴在里面。我们以前是室内葬，它伸出来我们塞在墙缝下面，它的意思就是你成为，你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，你成为是我们的支柱，可以去丢那个的通常都是勇士或贵族才可以去丢那个墓穴，然后这些都是要勇士你才可以拿到那个杆子，这个是显示他的战绩的。那我们过去我们旧部落大概有的动物黑熊、云豹、山猪。我们排湾族的诞生故事有三个主要的意象：太阳、桃虎、百步蛇。太阳放了两颗蛋放在桃瓮里面，然后请百步蛇保护这个桃瓮，然后太阳用它温暖的照射，过了一段时间生出了我们排湾族一男一女。讲的鼎鼎大名的泰武国小，鸟览图这样往下看，这个小学它这样是一个百步蛇的身体的造型，蛇头是这个石板屋，它望向北大武，有一些雕刻的图案啊或图等，这个都是小朋友刻的。丰年祭就是我们的收获祭，等于是我们的过年，一整年的农事生产，所以我们会在八月份会办了一个盛大的收获祭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我们这边参与我们部落传统活动。